rápido!抗旨的下场。 Yeah.
叶璇，起来，起来，走，叶璇。抗旨不遵就是死罪，看他死了没有。好像是死了。宇文玥，去看看你的好兄弟死了没有。种地，他不跪拜不接旨，分明是上来造反。弓箭手，再上来了。
无非，求求你救救严寻哥哥吧，他真的快不行了，他真的会没命的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，母妃，母妃。